光华时尚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涛。2016年就要来啦，在这里要祝大家猴年吉祥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我是非常热爱旅行的人，只要是不工作的时候，我都希望跟家里人出去旅行，跟朋友出去旅行。好多地方呀，特别多地方，我想去冰岛吧。看那些笑话呀，我以前不会，以前只会听音乐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有很多朋友只要看到很好玩的视频就会发给我，然后我一看就真的笑得不行不行的，然后我也会转发给别人，我觉得这还蛮解压的。其实就是要用心吧，用心，用心工作，用心生活，用心去安排。舒适，以人为本。它依然保持了 Echo 惯有的特点，就是服务于脚，所以每穿着一双鞋都会觉得第一感觉就是很舒服，即使有的时候穿错了，把左脚穿成右脚依然是觉得很舒服，这是我的真实感受。然后还有就是在设计方面，越来越时尚年轻，我觉得会有更多的选择空间。